这一间是督办办公室，这边请。这里是档案室，文件一般都在这儿了。来，这边请。嗯，这一间吗？啊，不是，再往前一间。啊，也不是这间，请跟我来。 这边，哎，好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谭司令，这个是我的办公室啊。对啊，穆小姐还满意吗？谭司令，这间办公室就在你的办公室隔壁，但离我的办公室却很远。 穆小姐是我的秘书，这样不太方便吧？哎呀，徐督办是这样的，你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呢是档案室，这对面的房间又是吴副司令在用，实在没有合适的位置了，不如就让穆小姐将就一下。没事，我是可以将就。哎，我就知道。那既然婉婷在的时候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，那我也不方便搞特殊，我就去徐督办的办公室吧。 这样工作起来也方便，对吧，孔小哥？婉清小姐说的对，那就不必麻烦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不是，不是那这间，我司令啊，司令，不是我说，那我就说了，放这儿不合适。那是人徐督办的秘书，你这非离你这么近，滚出去！ 翻译处这几天太辛苦了，你给他们放个假，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啊。司令，翻译处是最闲的，我们副管处才是最忙的，我们腿都快跑断了。要不我给你调到翻译处去？那司令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说辛苦就辛苦，赶紧让他们放假回家。是。快点啊！是。
喂，喂，关浩兄啊，谭司令。你帮婉清借我一下吧，让他帮我翻译一下文件。好嘞。婉清，嗯，谭司令让你过去一下，帮他翻译一份文件。好。进来。我今天能来上班都是你算计好的吧？所以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妹妹白送来的钱，我为什么不要啊？这不也是帮你减轻负担吗？谭司令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！我们两姐妹给你拿钱，你真当我们穆家是摇钱树了？那不一样。你是我精挑细选的，他呢，只能算是个赠品吧。但是婉婷小姐一天50000大洋我都给换掉了，我对你不薄了。我是不是要谢谢谭司令啊？叫我来干嘛？啊，这个文件你帮我翻译一下，来坐这儿。谭司令的文件还需要我翻译啊？翻译处放假了，这些文件我有用，快点。你说你现在已经是徐国耀的私人秘书了，这俗话说，宰相家人七品官。这你在这些想巴结督军府的人眼里是正当红的人物啊？我这正当红的人还不是被你呼来唤去的？咱俩不一样，我呢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掺沙子、拜码头、买旧账都得银子打底。可这督军府不给我拨军饷。我还正愁拿什么烧呢，烧婉婷的钱啊！她不是对你很大方吗？哼，怎么了？吃妹妹的醋了？少油腔滑调！哎，你，你又消遣我？我没消遣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徐光耀那屋老待着。无聊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给你。你不是说这是我下的诅咒吗？扔掉。这个不是咒，这是法源寺的平安符。我听方丈说，你求了两个。一个。这给谁的？要你管。这如果是给徐光耀的，那应该早就给他了。难不成是给我的？你不要自作多情，这两个都是给我自己求的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跟我吵完架就把它扔了？我想扔就扔，你管得着？穆小姐。司令，穆小姐这是怎么了？这都没看出来，是被我的魅力征服了，害羞了吧？好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签字。